那你是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？没有啊，这是我的个人空间。我们可以不用开车厢吧？我们有法条说一定我们要开车厢吗？我们是针对你变更引擎的部分、改直喷的部分。要改直喷的话，你可以拍窗户就好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开车厢呢？那你这边的话是没关系，我这边一样拍得到。不打开，那我也无所谓，反正我也拍得到你违规的部分。你的车比我的车还大声啊！我现在告知你，我在做交通稽查啊。我们交通稽查用汽车要开引擎盖，同样意思，同样意思，我们要检查你的引擎。所以你因为这边看得到你的引擎，我才必须请你打开车厢。为什么我要开引擎？那你是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？没有啊，这是我个人空间。对，那我说，如果被警察来的话，他有没有开车厢？有没有开车厢？我应该有权。我们可以不用开车厢吧？我们有法条说一定我们要开车厢吗？我们是针对你变更引擎的部分、改直喷的部分。要改直喷的话，你可以拍窗户就好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开车厢？那你这边的话是没关系，我这边一样拍得到。可是开车厢不是要收索票吗？我是好奇问而已，因为现在不需要吧？我现在是，那的意思是跟汽车一样开引擎盖要收索票咯。可是因为汽车也是要开车，我发动的理由是因为要检查引擎。可是车厢跟汽车的后车厢应该是一样道理吧？机车的车厢跟汽车的后车厢，因为我是刚好这边开得到。可是我连在北宜被警察拦，他就不能开我车厢。我知道，因为你自己应该知道说车厢开了，应该开得到引擎的什么东西了啦。那你这样子看也看得到啊。对啦，我这样讲你应该听得懂啊。可是车厢我们是可以不用开的吧？因为这个议题最近吵得很凶，还有上新闻，你知道吗？那要看状态啊，对不对？看发动的理由是什么啊？我现在是用交通稽查，然后你的引擎的部分。然后通常车厢一打开，引擎这边动了什么东西，一目了然啊。可是如果打开是车厢，那不就是靠我车厢吗？不打开，那我也无所谓，反正我也拍得到你违规的部分。